大家好，这种黄释肥好康多呢，是公认拿来养兰花是非常不错的一款黄释肥，因为它的肥效比较长，用一次长达半年。那么也有不少花友用了这些黄释肥来给自己的兰花使用，但是起不到很好的效果。如果是这样的话，很可能就是我们买的好康多黄释肥呢没有纯正，是假货。这期呢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简单有效的方法来分辨这颗好康多它是否纯度够，或者是是否正宗。由于这种处理方法非常的简单，在这里就不做展示，给大家简单讲解一下就可以了。首先呢，我们用一小抓这种好康多款施肥，把它放到杯里面或者是碗里面，然后加入开水，等到这个开水慢慢变凉之后，我们拿这些颗粒肥料来碾一下。如果说是好的肥料，那么它的表面只会有一层少少的发软，如果这种肥料发软的比较多，或者是整颗肥料发软的话，那么我们买的好康多呢可能就是假货了。所以说分辨起来非常的简单，因为这种好康多黄释肥呢市场上非常的多，而且呢价格也不便宜，所以大家一定要分辨清楚，不要买到假货。好了，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